且慢，是谁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搬进来的？是我。阿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后殿下已经为我赐婚，这些用具和宫女都是我的陪嫁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更加亲密了，因为我们有了同一个丈夫。殿下，殿下，今天早上太后传召给太子送来一位新的良娣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现在整个太子宫的人都忙得手脚朝天，虽说你贵为太子妃，是不是也应该去迎接一下？不必迎接，我已经到了。啊，良娣夫人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吩咐吧。哪敢啊，我还牢记着您的教诲呢，从今以后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慢慢报答您的。阿瑶，无论你是用何种方式当上良娣的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还能像从前一样手拉着手，一起守护着太子殿下。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我一定会牢牢地把握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。
萧大人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以夫人眼下的地位，别说是舌头，就算是脑袋也易如反掌。夫人尽管请，在下的命随时可以交给你。好，你真愿意把你的命交给我？能够死在夫人这样的美人手里，是一种福气。你怎么不躲呢？你就不相信我会真的杀了你吗？因为我在心里打了一个赌，我赌夫人不会杀我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夫人如果要杀我，又何必亲自见我呢？从我今天见到夫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死，至少今天不会。我看这琴弦是故意有人弄断的吧？什么都逃不过乐师的法眼呢。你是一个机敏的男人，又有过人的胆识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？在下不久之后就要动身去西域，怕是没时间陪夫人玩了。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也算是此生无憾，对吗？对了，你知道太子妃是怎样的女人吗？太子妃无从了解。她总是那么一本正经，你就不好奇猜一猜一本正经的外表底下隐藏着对男人的渴望呢？以你的魅力勾引她显出本性，我想看到那个女人狼狈的样子，你觉得难吗？这些破事萧雨都做过了，不怎么有兴趣。是不怎么办得到吧？哼，这种拈花惹草的事连你萧雨也办不到了。夫人这是在激将啊。可不是嘛，一个人忙活了半天，最后还要孤身上路，而这个时候正是大好的时机。太子的心已经被我牢牢攥住了，那个人正在空度寂寞呢。恐怕夫人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吧。会断宫禁是死罪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也会身首异处。在下为什么要冒这种险？萧玉，你身为光禄勋萧望之之子，不在朝为官，却甘愿做一个区区的太子庶子，是为什么？为了追求危险的刺激，为了太子的欣赏，奋不顾身到鲁莽的程度，甚至不惜把自己推入炽热的火焰中。我们两个属于一种人吧。如果你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我保证没有人可以伤害得了你，而且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听上去是很诱人，可我不喜欢受制于人，诱惑也是一种控制。你别不识抬举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过我能够抵抗任何东西，诱惑除外。我也对那位太子妃很好奇，她看起来很顽固，越是难爬的山越能吸引人去征服。那这么说，这个赌我们打定了？
我得先看一看，值不值得我去赌。你要是失败了呢？任你处置。那样的话，你就变成公公了。到时候啊，我还可以破例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专门伺候我。成交。我会很快来要我的报酬。你说，到时候会是你属于我呢，还是我属于你呢？不论什么结果，都会很有趣。下个月底我就起身去西域，现在我得和时间赛跑。日子果不其然变得有趣起来了。长兴宫才人傅瑶拜见皇后殿下，臣妾昨日刚刚由太后赐婚，做了太子的良娣。太后赐婚？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哦，母后，匆忙之间没来得及禀告。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求太后殿下赐婚的，请您不要怪罪阿瑶。姑本来还担心你过于思念司马良娣会憋出病来，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。无论你娶多少良娣孺子，这都是你的自由，我也无法干涉。可是郑君是你唯一的储妃，这一点太子一定要牢记。是。既然太子忙着体贴新良娣，我就把郑君交给你了。是，郑君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尽管到交房殿来找我，就是搬过来住几天也是可以的。走，陪我一起去看看他们新送来的韩仁秀。是。殿下啊，奴婢请求你准许我去长乐宫侍奉太后。哦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难道你在太子宫住不惯吗？你今天也看到了，皇后她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与其日后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倒不如我自己知趣的离开呢。你喝茶。皇后与郑君相识在先，自然对郑君有一份眷顾，只要你拿出侍奉上官太后的耐心和细心来，一定会赢得她的好。会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皇后和太后是不一样的两种人呢？万一有一天有人在皇后面前说我的是非，讲我的坏话，那无论我怎么做，我相信皇后都不可能被我打动的。若是有人敢在皇后面前进你的谗言，本王第一个不会饶他。阿瑶，你不用怕，皇后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，但是对我比亲生的儿子还要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去说服她的。殿下，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既然皇后他喜欢郑君，我觉着倒不如让郑君去说，会比太子殿下管用一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，呵呵，还是你的脑瓜聪明啊。由郑君去说自然好，只是有些为难他吧。太子若不好开口的话，就由我亲自去说，他同我情同姐妹，我相信他是不会推脱的。也好。
瑶。原本啊，姐妹之间是不需要多礼的，可是礼多人不怪嘛，何况我还有事相求。阿瑶，别这样，赶紧起来吧。郑君，你先我一步入主太子宫，从今以后我就尊称你为姐姐吧。在礼法上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知无不言的。那天觐见皇后，她好像对我有所误解，不知你可不可以居中调解一下，来缓和皇后对我的敌意呢？好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呀一定会向皇后进言的。姐姐，凭良心讲，你有没有妒忌我呀？不要说是在皇宫里面，就是在民间呀，男人有个三妻四妾的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妒忌你呢？您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。一开始我是觉得有些突然的，希望以后我们两个能够和睦相处，只要太子和姐姐对我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太子呢是个明白人，我相信他是不会为难姐姐的。傅瑶眼神中潜伏的欲望令我不安，那是一种猎人在捕捉猎物时才会流露出来的贪婪、狡猾和热切，而他的心就像一座阴郁深沉的迷宫，使人无法坦然地交付出信任。常言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皇后殿下看不惯我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鲁莽耿直的性格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多多收敛我自己，好好向您尽孝。但是，只要是利于皇后殿下的忠言和良药，我还是会大胆献给您的。宫里的人都把胆子藏着不敢露出来，你倒是很特别，不过你要留点神，别让胆儿顶着天，把天捅破了那可就不好收拾了。皇后刚刚那番话是在责怪我口无遮拦吗？可是我真的别无他意，只是想表现我的诚心罢了。水滴石穿，只要你不断的努力，皇后总有一天会接受你的。想想从前做家人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可总不至于担那么多心呀。其实啊，得失之间是很难去衡量的，有的时候表面的风光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酸，粗茶淡饭也有淡定的满足与快乐，所以呀，一切要把心放平了才是。哎，萧大人，好久没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多谢夫人关心，在下安好。在下与两位夫人相识一场，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请尽管开口，在下定会赴汤蹈火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在太子妃当选那天是由你亲自送他来的，难道说你们之前就有过来往吗？那天啊，我心急如焚，幸好萧大人好心相助才让我及时赶到。
其实一切只是凑巧罢了。太子妃能够当选，完全是她自己的运气，在下只是充当了一回车夫而已。哦，那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机缘凑巧，还是命里注定呢？老太婆，你挡路干嘛呀？哪儿来的野丫头啊？明明是你挡了我的路。你不认识我了呀？好啊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想起我了吧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竟敢连本夫人都打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今天你别想走，我饶不了你。你敢打我？我让你敢打我，看我教训你。住手！住手！还不快停手！尹夫人，你不觉得失礼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太子妃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给平平这个礼。这个死丫头就像是拔了牙的疯狗一样，她到处乱咬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她把我手给咬的。先出车打人的也是她。哼，她到底有什么样的靠山替她撑腰？她这样不把人放在眼里。阿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你看他这一副母老虎的样，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谁敢欺负他呀？这里是太子宫，你们扭打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尹夫人，阿元呢，是我在做家人子时的好朋友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请您多担待。反正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太子妃说什么奴婢也只有听的份儿了。阿远，劳驾太子妃亲自为我梳头，天底下这么有福气的人也就我了吧。别乱动，你呀、啊、也实在是太胡闹了。在前殿跟尹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是真把她得罪了，以后啊有你的好日子过。有你给我撑腰，我怕她干什么呀？她那么凶，咱要是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将来你这太子妃还不得看她脸色行事啊？以威力震慑别人，那只是表面的现象，以德服人才能真正的抓住人心。反正大道理我讲不过你，但是我知道对付那种卑劣的畜生就得用鞭子。阿元，嗯，我真是为你担心，你看你的脾气，尹夫人她不敢为难我，但是她却可以随时随地的对付你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说的对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余地了。那就算我现在回去跪地跟他求饶，他肯定也不会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救救我吧。我可以把你调到太子宫里来做事情。真的？嗯。不过你要答应我啊，以后别再招惹是非了。尤其是尹夫人，就算她主动针对你，你也要学会忍让。啊，我都听你的，以后那个尹夫人就算踩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不吭声。太好了。你真的听进去了吗？我都听进去了。这下我就不用再回停芳阁受气了。这下你就开心了吧？我听说尹夫人被打了，我还在想是谁这么大胆呢。果然是阿元啊，怎么你们姐妹两人在这亲热也不叫上我啊，还说是好姐妹呢。你自己不也偷偷摸摸都当上良娣了？都把我们蒙在鼓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阿瑶啊，你是怎么把太子勾引到手的？你我们现在身份悬殊，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啊。这才几天啊，你就拿身份来压我？你要论身份，那郑君还是太子妃呢。你姐妹之间别提什么身份了，无论我们的地位怎么改变，我想我们的情谊都应该不会改变的。
我们三个人要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够在后宫里面站稳脚跟。不适宜太劳累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这么点小病还难不倒顾，年年起更我没有缺席过。我第一次服礼，陛下就跟我说，王者以民人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，知天之天者王室可成，不知天之天者王室不可成。圣君谨记皇后教诲。皇后娘娘，你也教我怎么扶犁吧。皇室启庚是高祖立下的规矩，凡有地目庚者，务在巳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知礼节；衣食足，则知荣辱。一心不可二用，二用必会摔跤。萧大人，如果我和姐姐同时落水，你会先救谁啊？阿瑶，你怎么说这么无趣的话呀？这是无趣的话，不过是个玩笑而已嘛。你说呀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如果真发生这种两难的局面，我会先救傅夫人。不过在此之后，我会陪太子妃一同赴难。人家不吃你那一套，你怎么办？现在只是开头，不要着急评论。坚硬的冰川下面，常常是湍急的流水。你认为你可以在这么一个倔强的女人身上得到快乐吗？就像她的穿着一样，她说话永远是那么沉稳和单调。你在嫉妒的时候，看起来最美。嫉妒？可笑！我会嫉妒一个不如我貌美的女人吗？女人的美貌固然吸引人，但是智慧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却更能激起男人的兴趣。雪山和沙丘，你说征服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呢？
禀告太子妃，金马门那边的公公说皇上已经下朝了，想必太子很快就可赴七夕之约了，请夫人沐浴更衣。萧大人以为太子殿下此番琴曲如何呀？琴声却微妙旷远，意气还委婉轻妙。萧玉啊萧玉，此曲本王七夕写来给傅才人而已，叫你这么一夸，似乎要成流芳千古的名曲了啊。来，太子殿下才思敏捷，有感而发，玉琴之声实乃感人肺腑。这么说来，臣妾要先谢过太子的错爱，还要感谢萧大人琴声入琴，才能如此感人肺腑呢。阿瑶啊，既然萧大人盛赞此琴谱，那你抽时日要多加练习啊。嗯，改日本王再来与你花前月下形影相随。殿下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本王答应与郑君一同饮宴，时辰不早，该动身了。阿瑶，哎呀，本王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郑君是本王的太子妃，七夕之夜，哪能让他独守宫闱呢？再说本王与他也是有言在先的嘛。太子殿下所言极是，七夕之夜乃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时，而郑君也是你的正室妃子，不像臣妾卑贱低位，得太子殿下忙里偷闲谱曲慰藉，理应知足，又岂敢略美呢？阿瑶啊，此番说辞倒是叫本王左右为难，本王何尝不想与你形影相随，朝夕相处啊。殿下只管放心的去吧，臣妾独自一人，虽说难免夜色凄凉，可臣妾还是会时时刻刻感念你我这番夫妻之情的。殿下，你若真舍不得留下臣妾一人的话，臣妾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好好好，说来听听。太子可命人将新编的琴谱诉送太子妃，就说是太子亲自编的，当下弹给太子妃听，并说是太子因正事繁忙实在抽不开身，只得以琴声慰相思，以太子妃的温厚贤淑，一定会感念在怀，自然也就不会再埋怨殿下了。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只是这琴谱是本王为你所作，你不会介怀吗？臣妾固然是舍不得，可臣妾更不愿看到太子殿下为臣妾为难吗？也罢，就依你所言，可是该谁去呢？萧大人啊，这永巷里还有谁能走出太子的心意呢？对，萧大人，有劳你走一趟太子宫吧。遵太子殿下旨意，下官这就去。太子宫出入严谨，为避人耳目，你就用本王的座驾吧。是。来了，
回夫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臣妾恭迎太子殿下。真正的雪山，虽冰冷，却高雅而纯洁。扶摇才是沙丘，表面是山而不牢靠。太子殿下忙于朝政，仍不忘为我做此琴谱以慰相思，令本宫动容不已，让萧大人见笑了。其实琴声并无主人，不过听者大多愿意寄怀其间，感念良多罢了。此琴谱乃太子殿下忙于朝政，未能赴七夕之约，专门写给本宫的，怎么叫琴声并无主人呢？太子殿下精通音律，而本宫在音律方面实在是知之甚少，以后本宫还要多多学习，萧大人以为呢？想不到太子妃如此重情，刚才的话当下官没说过。萧大人，把琴谱拿来。还不赶紧拿过来。这琴谱是写给谁的？能在七夕之夜听到太子的心声，也是我做太子妃的荣幸。夫人不必介怀，不就是琴谱吗？夫人要是喜欢听，下官可以每日为夫人谱新曲。大胆，还不赶紧退下。夫人保重，下官告退。如果酒果真能一醉解千愁，下官愿与殿下一醉方休。谁可以料到太子殿下竟然把一头狼引到自己家门来了。
如今深宫寂寞，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？还是看开些吧。一个七夕算什么？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永巷是最多情，也是最无情的地方。看到了这样，我也恨我自己，会不该当初把你送到太子面前。要知道，朝夕相守，双宿双飞的夫妻情爱，从来与帝王之家是没有缘分的。